宣传智库呢，数位平台运用 AI 大数据的一个方法，让整个中小企业呢跃升国际化的舞台，让爱传承，薪火相传。新传智库主要是一个专业的辅导企业推动永续的公司。现在永续或者说 CSR ESG 是全世界都在积极推动的一个议题，因为如果不推动的话就拿不到订单，所以现在有一句名言说 No ESG No Money。那其实在国外的欧盟市场，他们都已经有这样的认知，必须做这一本永续报告书。一个报告书里面会牵扯到一个企业关于在环境、社会公益、或者是公司治理方面可以呈现出他们的真正的实力。一般中小企业不晓得到底有哪一些指标，再来就是说他们也没办法去聘请很多顾问来辅导他们怎么去做。那以上市柜大公司做一本永续报告书来说，少则要400多万起跳，有的甚至要上千万，中小企业根本没有那样的预算。那如果他不赶紧来做这件事情，他就会被锻炼，所以这本报告书的产出就非常重要。新传公司的主要产品我们称为新传 CSR 服务平台，它就是一个智慧型引导企业推动永续的专家平台，它可以省时、省力、省成本。它本身就把我们黄总经理过去辅导的经验浓缩萃取以后，变成一个 SaaS 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可以很明确的来引导企业推动永续。所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即使你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你只要按照电脑来引导你，教你一步一步 ，ESG 初入门的人马上可以变成高手。因为所有的经验都在这个专家系统里面，所以解决了中小企业缺人才、缺经费跟缺经验的三缺的问题。它就是给一个企业，你都完全不懂什么是永续，不懂什么是 CSR 的。那按照我们这个平台，电脑本身就是顾问，它就是第一线的顾问来引导你。填了很多基本资料以后，我们有第二线的顾问，就是所谓自然人，实际的这个顾问会进来再做深入的指导，最后可以产出一个永续报告书。所以用这个方法呢，过程跟结果兼顾，它完全是一个中小企业的救星，也可以说是一个及时的甘露。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服务更多的中小企业来向下扎根，那扎根的用意呢，最主要是让他们都有永续的 DNA 做持续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发展呢就可以让他们在不管国内以及国外做整个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布局。我相信呢，我们可以领导这些中小企业一起迈向这样的旅程。